兼具休闲和跑车性能的跑旅，对于车主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。其中具备限量特色的特仕版更加引发关注，就有业者从国外引进限量车款，以星空为主题，从引擎盖到窗框、后照镜全都加入白质的色泽，搭配红色的对比，让车子看起来更加动感了。也因此呢，首批400台在台湾3个月之内就全部被抢光。